我有意识以来就已经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以前都在咒骂自己的身体，如果可以不要这个东西就好了。没有，因为从小胖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焦虑？为什么这个社会要用显微镜看每个人的身体？每一则贴文都是在嘲笑你，你也很难不往心底去，因为他笑的就是照片上的我跟 Amy 两个人。他后面强壮起来以后，肌肉垮塌了，很性感啊。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跟大家讲，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。胖是我的一个自我认同。阿姨公众号，人看水不看瘦。